的伟人毛泽东。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和大家一起来缅怀他，歌唱他。正是有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才走向正确的道路，才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正是有了毛泽东，中国人民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此做主人。正是有了毛泽东，才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才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正是有了毛泽东，中国人民才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内建设中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上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对势力，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信任，使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是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他已经和中国共产党融为一体，已经和中国人民融为一体，已经和中国人民融为一体。因此今天我们唱红歌，就是感恩伟人毛泽东，就是感恩中国人民，就是感恩中国共产党，就是感恩新中国。好，毛主席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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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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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是宣传队，他向人民宣布，只有走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